男人追你的时候叫你宝宝，追到手了叫你宝贝，开心的时候叫你老婆，争吵的时候叫你神经病啊，不开心的时候叫你滚。哎，服务员，你们这家餐厅有微餐服务吗？小姐，我们没有这项服务。就是长得都漂亮都没有呗？是的，长得都漂亮都没有微餐服务。那你如果确定没有微餐服务的话，那你给我上一趟餐具，我自己吃。不好意思，忘。什么样的男人最值得被珍惜？舍得为你花钱的男人最值得被珍惜，因为钱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够用的。他舍得为你花钱，不是因为他有多富有，而是因为他觉得你比钱更重要。我这个人呢，爱你时会对你好到极限，可是你要让我有一点点不开心哦。哼，怎么来的，怎么滚。美女，你就是王阿姨介绍过来的吧？对呀。你今年多大了？26。26，你属狗的吧？对呀。我属鸡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鸡犬不宁，不合适吧？都是畜生，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哎呦我的妈！年纪还这么可爱，我真是个罪人。有人吃得好，有人穿得好，有人住得好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心态好。哎呦我的妈！